呀，哦哎呀，放拍手，放拍手。这个欢呼呢，这个非常最古老的欢呼呢，是给自己鼓励，也给别人祝福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个最古老的欢呼来给这个今天所办的活动啊，哦，真的很成功，对不对？给主办单位，还有要给我们自己，更要给这个环境、这个大自然、这个天、这个地，好不好？我喊黑啊，大家喊什么？哎呦，职业的哦，真的是很职业哦，这些职业的观众，看到没有？国际级的观众哦，啊，这个我喊黑啊，大家回应我假音哦，会不会？来，要试一次哦，嘿呀，好哇，给前面拍手一下，哎，前面的哎，好，到中间哈，我们换后面的好不好？帐篷以上的好不好？听一下声音好不好？来哦，不要喊哦，来哦，嘿呀。咦嘞！哎，右边右边都按了，应该都是原住民那边，都二 B 三 B 以上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麻烦，就大声点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哎，买烤肉的太过分了哦，从中午排到现在哦。但是我的兄弟的烤肉真的好吃哈、哦。就是完毕了哈、哦，来旁边的来啊、哦，嘿呀！是不是？麻烦请卡拉地部部落安静一下哈、哦。你们是最职业的，是吧？医生，旁边暗暗的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那边在咬的，那边这边右手边，然后是一排咬的，哎呀，拍手，是不是？还有最上面斜坡的，别人看不到你们哦，来哦，准备了哦，哎呀，全场好不好？最后了、哦，哎。给自己掌声鼓励。接下来啊，我请我们的卡拉迪布的妇女会上来一下，好不好？他们都182公分以上。